今天是祝圣的庆节，我们要在主内畅怀欢乐，天使也为这佳节而欢喜，与我们同声赞颂天主圣子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教友，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虔诚地举行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显扬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独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除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；除免世罪者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，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，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今天在这同一庆节上庆祝你所有圣人圣女的功德，求你这样众多圣者的带导，丰厚的赏赐我们所殷切期望的恩宠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恭读默示录。若望我看见一位天使从太阳升起之处上来，拿着永生天主的印，向那领受的权力能伤害大地和海洋的四位天使大声呼喊说道，你们不可伤害大地、海洋和树木，等我们在天主众仆人的额上先盖上印。以后我听见被盖印者的数目，在以色列子孙各支派中被盖印者共有144,000。在这些事以后，我看见有一大群人，没有人能够数清，他们来自各邦国、各支派、各民族、各言语，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持金缕枝，大声呼喊说，救恩来自那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天主，并来自羔羊。于是所有站在宝座、长老和那四个活物周围的天使，在宝座面前伏伏于地朝拜天主说，阿们，愿赞颂、光荣、智慧、称谢、尊威、全能和永义全归于我们的天主，至于无穷之事，阿们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，这些穿白衣的人是谁？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回答他说，我主，你知道。于是他告诉我说，
这些人是由大灾难中来的，他们曾用羔羊的血将自己的衣裳洗得洁白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这就是那寻求上主的人。这就是那寻求上主的人。大地和地上的万物属于上主，世界和世上的居民归于上主，因为是他将大地奠立在海洋上，把大地安置在江河间。这就是那寻求上主的人。谁能攀登上主的圣山？谁能待立在他的圣殿？是那守节心境、不慕虚幻的人，是那不发虚誓、不怀诡计的人。这就是那寻求上主的人。这样的人必蒙上主降福，必有拯救他的天主获得报酬。这就是那寻求上主的世代，那求见天主圣容的子孙。这就是那寻求上主的人。恭读圣若望一书。亲爱的弟兄，请看父赐给了我们何等的爱情，使我们能称为天主的儿女，而且也真是如此。世界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不认识父。亲爱的诸位，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不明显，可是我们知道主显现时，我们必要相似他，因为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是怎样的。所以凡对他怀着这希望的，必使自己圣洁，就像他是圣洁的一样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阿肋路亚。阿肋路亚。主说，你们受劳苦和负重担的，都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到安息。阿肋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看见群众，就上了山坐下。他的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接受安慰；温良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；目以如饥思渴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得到宝玉；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受到怜悯；心地纯洁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；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成为天主的子女；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即使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，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是有福的。你们欢欣踊跃吧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各位教友，今天是诸圣节。我们知道啊，教会啊，在一年当中不同的时期庆祝不同的圣人的节日，但是因为圣人啊，圣人圣女太多，我们一年当中没有办法全部把他们的节日过一遍，所以来讲就在11月1日呢，把所有的已经进入天国的这些圣人圣女们啊，把他们的节日放在一起来庆祝。在公元835年的时候，教宗欧欧略第四世就钦定了11月1日为诸圣瞻礼。
十一月是圣教会的礼仪年的最后一个月，在这一年当中啊，最后一个月里，教会啊想得很周到地安排了三个总结性的、归纳性的节日。第一就是诸圣节，第二就是追思以往和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。那么首先说诸圣节，是一年之中啊，我们在不同的日期纪念不同的圣人，无疑的有很多我们数不上来的圣人，有的呢是被忽略的圣人。而在礼仪年结束的时候，就会把所有的圣人圣女列品的为列品的都聚集在一起，来一个总的来庆祝，就如同今日的颂谢词当中充分所说明了这个节日的意义，说今天你允准我们参与你的圣城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我们慈母的庆典，我们那些已获得荣耀的弟兄姊妹们在那里永远赞颂你，我们在此尘世渴望着他们的榜样和带导，克服我们的软弱，靠着信德欣然奔赴天乡啊！这就是我们庆祝诸圣节的意义啊！所以成圣的人是不分种族不分男女。那么在末世录上说，我看见有一大伙群众，没有人能够数清，是来自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异域的，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持棕榈枝，大声呼喊说，救恩来自那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天主，并来自羔羊，这个羔羊就是指耶稣基督。他们中啊，有的成圣比较艰难，有的比较容易，有些人呢天资聪明，但有些人呢却天生鲁钝，有些人的话呢出身在富贵的家庭，有些人却出身贫寒，有些人性格猛烈，但有些人极其温柔，有些人善于人际关系，但有些人却离群所居呀，有些人从小就充满了圣德，有些人却是罪人回头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所以在这些圣人当中啊，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，来自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，但是他们在天国里面都是圣人，都是我们的榜样。那么我们教会也庆祝诸圣像通工，就是天上圣礼的教会，就是指今天我们所庆祝的这些圣人圣女们，以及炼狱中受苦的教会，就是炼狱灵魂，以及地上旅途中的教会，就是在世界上我们这些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联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诸圣像通工啊。你看我们认识的圣人呢，其实我们看圣人传记，我们看教会记载的这些圣人圣女，貌似都是很完美的，他们这些圣德觉得他们是高不可攀，比方说啊，圣狮子若望，比方说圣女大德兰、圣女小德兰、圣方济各等等，这些圣人圣女的话呢，教会写的这圣人传记的都是记得他们的优点长处，很少记得他们的缺点毛病。但是我们知道啊，圣经的作者却不一样，你翻开圣经，特别是旧约新约也是这样，你看看这些人物啊，都有缺点，都有毛病，都有罪恶啊。包括圣祖，被称为圣祖的亚伯朗、以撒格、雅各伯，他们来讲的话呢，也是有说谎，然后来讲的话以欺骗，这些人的缺点毛病圣经都一一记载出来了。像你看梅瑟，刚开始胆小如鼠，信德小，甚至不愿意接受这个使命，还有这圣王达卫好色啊，借刀杀人啊，夺人妻等等，撒罗门后来之后妻妾成群，受妻妾的影响去拜偶像等等，圣经上都记载得清楚的。那么新约中的人物，你看啊，除了圣母和若瑟以外呢，其他的来讲呢，你看波多禄争强好胜，三次否认耶稣，雅各伯若望喜欢占首位，而且是这个被称为雷霆之子啊，讲话呀这个噼里啪啦的火爆脾气，这个多默悲观多疑，纳塔内尔高傲，热诚的西满那就是个激进分子啊。所以啊，这些宗徒嘛，常常被耶稣斥责他们信德小、物理低、祈祷无恒心，甚至去睡觉，危难时抛下师傅一走了之。圣经明显的告诉我们，他们有不完美的一面，他们的成圣啊，并不是依赖他们自己达到了完美的地步，而是仰赖天主的恩宠，
他们以一份真诚的爱去回应，他们的信仰与爱心慢慢的成长，最终啊成为教会的基石。所以这些圣人，他们都是跟天主的恩宠合作，最后的话呢，因着信德，所以才获得了拯救啊。他们跟我们一样，都是有血有肉的软弱无能的受造之人。因此来讲的话呢，圣经上记得他们记得的非常的清楚，都是一些软弱的人。那么另一方面，圣经也记得一些人物一生不但缺善，不但是乏善可陈，甚至是要不得的人呐、啊。但引着天主的恩宠，他们在刹那间呢、啊，在基督前袒露自己，却又清楚地知道基督答应，然后呢进入天国。撒开税吏长就是一个油尖头子，今天来讲的话呢，耶稣就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一家，你看那个强盗诱盗，耶稣说今天你就跟我一同在乐园里。这些人都是罪犯了、啊、罪人了、啊、有缺点毛病的，但为什么他们能够进入天国，就是因为后来他们跟天主的恩宠合作呀。甚至啊，教会的圣人圣女们当中啊，也不乏有争吵，呀，保禄博多禄之间都有争吵，圣奥斯丁和热罗尼莫之间也有分歧。但是来讲的话呢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能够给天主的恩宠合作，这是最主要的。所以他们跟我们一样，那凭什么他们可以成为圣人？实际上教会的丰盛并不是遮掩于人性里面的那份软弱，也不是否认他们身上所有的缺失，他们确实是以自己的生命宣示了一个永远不会错误的讯息，就是圣神真实的临在于教会内。在圣人们生动地活出基督复活生命的那一刻的时候，整个教会啊是零距离地接触到圣神的临在和圣神的充满，而圣人们也是见证了他们对圣神的顺服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，比方说这个火柴一样，本身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细细的一个小木棍，一个火柴，但是一旦呢点着之后呢，就可以有了火焰，发出光芒。同样的呢，教会的宣圣活动就是要捕捉那些在脆弱的人性里面引着圣神的鼓舞，借着信德发出来激发出来的那个信仰的光芒啊，并且肯定和宣誓这是圣神的教会内所发挥的德能，并且跟随基督的脚步，忠实地活出灵洗时作为天主儿女的那份恩宠啊。所以今天福音中我们听到了一个真福八端呐、啊。其实真福八端并不是耶稣在画一个空中楼阁，而是他自己活出来的自画像啊。那么世人说有钱的人有福了，耶稣却说神品的人有福了。世界说统治者有福了，耶稣却说温良的人有福了。世界说能实现自己的统治和野心的人有福了，耶稣却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。所以耶稣不是在画一个空中楼阁让我们望尘莫及，而是他自己真实的生活出来的一个自画像啊。真福八端造就了无数的圣人圣女，叫他们成为圣人，也是我们今天的我们啊成圣的八条大路啊。所以让我们啊像数不清的一大群人，来自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的圣人们祈祷，求这些在光荣境界中的弟兄姊妹们为我们这些还在旅途中的人代祷，使我们能向天主的恩宠完全的开放，他日能加入他们的行列，使诸圣节也成为我们的节日。阿们。我信唯一的天主，全能的圣父，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。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，他在万事之前由圣父所生，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，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，与圣父同性同体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他为了我们人类，并为了我们的得救，从天降下。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。他在班阙比拉多执政时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难而被埋葬。他正如圣经所载，第三日复活了。他升了天，坐在圣父的右边。
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，他的神国万事无疆。我信圣神，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，由圣父圣子所共发，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，同享光荣。他曾借先知们发言，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，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，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。阿们。亲爱的兄弟姊妹们，全能的天主父愿意所有的人获得救恩并认识真理，我们恳切向他祈祷。请为跟随主的人祈祷，求主使我们都能步舞圣人们的方中，永走成圣的道路，为此我们同声祈祷。求主俯听我们。请为众教友祈祷，求主助佑我们效法诸圣的方表，一生追随基督，孝爱天父，为福音作证，不畏艰险，舍身取义，以猛力夺取天国，为此我们同声祈祷。求主俯听我们。请为那些遭受迫害的基督徒祈祷，求主扶助他们，使他们能以坚忍的精神期待天国的丰厚赏报，为此我们同声祈祷。求主俯听我们。请为我们自己祈祷，求主使我们常能协同天朝诸圣，以祈祷和歌唱不停地赞美天主，为此我们同声祈祷。求主俯听我们。天主，你是我们的依靠，我们的力量，求你大发慈悲，俯听你教会的祈祷，恩赐我们诚心所求的恩惠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上主，万有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料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，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各位教友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求你悦纳我们为庆祝天上诸圣所奉献的礼品，我们坚决相信他们也已荣获永远不朽的生命。但愿我们也深深体会到他们不断在关怀我们，常为世人的得救而祈祷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行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，却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今天你允准我们参与你的圣城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我们慈母的庆典，我们那些已获得荣耀的弟兄姊妹们，在那里永远赞颂你。我们再次陈誓，渴望借着他们的榜样和带导，克服我们的脆弱，靠着信德欣然奔赴天乡。因此，我们随同所有天使一起赞美你，同声欢呼。圣圣圣，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上主名而来的，当受赞美。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感谢了，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
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”信德的奥基，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死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、我们的主教多默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燃起的兄弟姊妹，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人荣福玛利亚、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献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、协同基督、在基督内，并联合圣神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：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互助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担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心地纯洁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。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。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圣者，我们钦崇你，赞扬你在诸圣身上所显示的荣耀。求你广施恩宠，使我们完全在你的爱中生活，并借着为行旅准备的天粮，帮助我们抵达天乡，参与永恒的盛宴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弥撒礼成，感谢天主。